接下来我们一样要再次欢迎东仪秀树先生登场。南新国中的帅哥美女说，只有小朋友跟东仪先生一起演奏不行，我们也要。所以接下来这一首离歌，请大家欣赏。先生和南新国中小合唱团的帅哥美女们这么美好的声音，谢谢东仪先生，谢谢。
谢谢南新国中音乐班的帅哥美女。